这两个小孩太过分了，为了成为网红，他们竟然装鬼捉弄一位70岁的老人。长毛和短毛是两个问题少年，长毛家境富裕，短毛聪明过人。二人为了成为一个网红，决定做一个实验。他们趁隔壁独居老头出门，在他家安装了全方位的摄像头，并对他家的灯、门等物品安装了自动装置，想要装鬼吓他，看老头是什么反应。让他们奇怪的是，老头平时是一个大门都不锁的人，却唯独将家里的地下室锁住了。难道地下室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在实验的第六天，二人开始了第一场实验熄灯。此时老头正躺在沙发上惬意地喝着小酒，长毛二人利用他们设定好的装置，让老头家产生了电流波动，灯一闪一闪的，电视机的画面也开始闪烁。这画面只有在恐怖片里出现过，老头也被吓了一跳，他开始打量四周。不过片刻后，老头就淡定地坐了下来。二人见有了效果，准备变本加厉，老头家里的灯开始剧烈晃动，随后猛地熄灭。老头骂了一声，准备检查电闸。此时敲门声来了，是警察。原来刚刚的电流声触发了警报，警察问他，我可以进去检查一下吗？没想到老头竟然干净利落地拒绝了。难道老人家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老头回屋就将警报拆掉了，看来他很怕警察上门。第二天，一个大妈来老头家敲门，长毛二人也观察着这一切。奇怪的是，老头明明在屋里，却悄悄将门锁上了。大妈见敲门无果，将信封扔在地上走了。等女人走远，老头才捡起信封，看都没看就撕成了两半，转手扔进了垃圾桶。接着老头出门扔垃圾，他不小心将垃圾撒了一地。遛狗的邻居看到，好心过来帮忙，老头却让他带着狗滚，再看到他的狗就将他大卸八块。扔完垃圾回到家，老头习惯地拿出一瓶酒，这时外面的门砰的一下响了，老人赶紧放下酒瓶，小心地检查。此时门像着了魔一般，砰砰作响。老人将门关好，但下一刻门又自动开了。老头愣了一下，随后开始回忆，当年他的妻子向他抱怨，这个纱门坏了，关不上，一直响。老头没理他，而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只有妻子又抱怨没人帮他收拾厨房，老头还是没理他。妻子怒了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？可老头依旧装聋作哑。回忆完，老头摘下眼镜躺在沙发上。原来刚刚是二人准备的第二个恶作剧。见老头没什么反应，他们决定加大力度。半夜纱门再次作响，老童从睡梦中惊醒，他穿上衣服来到门口，就这样看了好久，然后突然消失。长毛二人找遍监控，就是没有看到老头。等再次出现，老头手上多了一把斧头，他疯了一般将门劈了粉碎，然后他抱着斧头躺在沙发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摄像头的方向。长毛二人顿时慌了神，两个少年为了成为网红，在隔壁老头家装了摄像头，通过闹鬼实验观察老头的反应。但今天他们害怕了，老头抱着斧头躺在沙发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摄像头。长毛二人顿时慌了神，老人突然起身出门，消失在了监控中。二人更慌了，突然敲门声来了，难道老人发现了恶作剧，前来杀人灭口？长毛鼓起勇气，拿起棒球棍，缓缓打开门。短毛则拿着摄像头紧随其后，突然一声尖叫，短毛不见了。原来虚惊一场，不是老头找上门，而是短毛的爸爸前来叫他回家。长毛再次坐回了电脑前，发现老头又回来了。原来刚刚老头去地下室放斧头去了。不过经过这件事后，短毛不敢再玩了，他担心这样下去会惹来杀身之祸。但长毛却不想放弃，他安慰短毛说可以适当收敛一点，不玩那么恐怖的了。这次他们玩午夜收音机，又是一个夜晚，老头照样在熟睡，客厅里的收音机自动放起了音乐，猫都吓了一跳。老头走到收音机前却无比淡定，随后又开始了回忆。原来他妻子有一天晚上也曾放过这首音乐。老头来到客厅，看到妻子半夜喝酒跳舞，他想让妻子停下来赶紧去睡觉，没想到妻子竟然哭了，问难道睡一觉自己就会好吗？老头不想搭理妻子，走过去关掉收音机，妻子却拉着他说要跳舞。老头怒了，他一把揪住妻子的胳膊，手上用力一拽，妻子手中的红酒洒在了地上。看来老头对妻子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回忆完，老头不再管客厅里的收音机，而是走进了地下室。这一次他待了整整7个小时，在这段时间他在里面做什么没人知道。实验进行到第15天，长毛他们准备了第四个项目，冰点，就是将老头家里的玻璃震碎，弄坏他家里的暖气。要知道现在可是冬天，外面的温度已经0下几度，冷风很快灌了进来。这种寒冷使老头又一次开始了回忆，那年也是这个房间，也是这么冷。老头在这里见到了一个女人，女人说，你妻子很快就要回来了，还来得及吗？老头说没关系，还有时间。随后二人开始脱衣服，老头此刻似乎很怀念那时的时光，他脱掉衣服整理发型，在寒风中整整吹了1个小时，终于他受不了了，他再次躲进了地下室。这边长毛二人不淡定了，这老头3天2头往地下室跑，一待还待那么久，不会是在里面藏了妻子的尸体吧？怪不得他不敢报警。二人越加肯定自己的猜测，他们决定让警察去一探究竟。警察来到了老头家，说是接到邻居投诉，他家的地下室传出女人的尖叫。这次老头只能让警察进去检查了。警察刚进房就发现地上一滩红色，来到地下室发现一些东西被白布死死盖住。警察掀开白布，将后背暴露在了老头面前。老头瞟了一眼旁边的斧头，黑暗中看不出他的表情，难道这下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不过警察只是轻叹了一口气，将布重新盖上准备离开。这时老头叫
叫住了他，问他，你确定听到的是女人的声音吗？两个小伙装鬼捉弄老头，却发现老头一点都不害怕，还三天两头往地下室跑。地下室到底有什么？警察来到地下室，结果一无所获。长毛二人一直盯着监控，这样的结果他们很失望，他们严重怀疑警察没有认真搜查。不一会儿，长毛和短毛就吵了起来，长毛打算自己去一趟地下室，短毛觉得过于冒险，他忍不住点破了长毛的动机。原来他早就知道了长毛父亲和老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那时候长毛的父母感情不和，两人经常打架，而有一次他们二人打得特别凶，长毛母亲跑到了隔壁老头那里求救，老头报了警，之后长毛父母离婚，父亲被抓入狱。长毛认为是老头一手毁了他的家庭，因此才一直寻找机会报复老头。长毛见短毛彻底不想干了，拿出了杀手锏，说购买摄像头是用的你的信用卡，上面还有你安装时的指纹，你觉得你能跑吗？二人越吵越凶，突然他们发现其中一个摄像头被老头家的猫给扒了下来，二人慌了，如果被邻居发现是他们，绝对要坐牢。长毛提出进去拿摄像头，短毛坚决反对，可时间紧迫，来不及犹豫了，长毛不管他，直接出发冲着大爷家去了。幸运的是潜入过程很顺利，长毛拿到了摄像头，这时短毛发现他竟然还带着手枪，短毛吓坏了，提醒他赶紧撤退，可长毛已经动了其他心思，地下室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长毛小心翼翼地来到地下室，掀开白布，结果却很失望，白布下面只有一些颜料针管，并没有尸体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长毛看到了一个铃铛，他手贱拿起来看，没想到铃铛发出了声音，老头在房间里瞬间就醒了。短毛从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切，他发短信提醒长毛，这长毛真的胆大，他此时还想捉弄老头，他将铃铛放到客厅桌子上，想看看老头什么反应。做完这一切，长毛赶紧躲到地下室，然后掏出了他父亲的枪，紧紧盯着老头的动向。老头走出来看到了铃铛，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回房间拿了一把枪，这下把二人吓得够呛。老人来到铃铛前，就在短毛以为他要开枪时，老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，老人自杀了。二人吓坏了，现在屋子里全是他俩的指纹，必须在别人发现之前处理干净。然而就在二人打扫现场的时候，警察赶过来了，随着二人被抓，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。原来所有人都误会老头了，他其实非常爱他的妻子，在妻子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们两人很是恩爱。开始那哐哐直响的门之所以老头不理妻子，就是因为想在他买菜回来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。回来后的妻子不仅发现门修好了，厨房也被老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跳舞那次是因为妻子早就查出自己身患绝症，妻子晚上只是想发泄，老头等妻子情绪稳定后就陪他跳了一支舞。还有那个出现在卧室的姑娘，其实是老头请的护工，老头想在妻子回来之前为妻子搭好病房，温暖房间，以便病重的妻子可以回家静养。在妻子卧床期间，老头为妻子买了一个礼物，就是那个铃铛。他告诉妻子，有了这个铃铛，你就不用大喊大叫了，只要这个铃铛一响，我就会立刻赶来，风雨无阻。然而不久后妻子还是去世了，老头将妻子的遗物搬到了地下室，每当想他的时候就会下去待会儿。虽然妻子已经去世，但是老头还是觉得满屋子都是他的影子。之前那个过来敲门的女人是妻子的朋友，她受老头妻子的嘱托，劝老头进疗养院，在那里她可以接受更为专业的看护，可老头就是不走，他坚信地认为妻子还住在这所房子里。那次警察来访，听到有女人的尖叫声，当时他想是不是妻子在喊他，而长毛阴差阳错中移动了铃铛，让老头更加坚信妻子在找他，所以才会果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法院里，法官陈述着长毛和短毛犯下的罪行，他们行为恶劣，活生生地折磨死了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。长毛二人最后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，可惜是两年缓刑。电影到此结束。本以为本片是个烂片，看完后觉得捡到宝了，情节一张一弛，结局的反转更是让人回味无穷。如果还有这样的电影，希望大家推荐。我是阿 T， 下期再见。